我哋隔篱嘅我哋嘅主持啦 ，Peter 咧就帮我哋咧去宣布一件事嘅，就系因为咧有一件善事咧要大力咁宣传，咁希望俾多啲人知，多啲去支持嘅。冇错啦，咁呢、這个点解要宣传呢件善事咧？有好多原因嘅，咁、其中一个原因就系呢个活动咧。主要的搞手咧就係、是、坐我隔離嘅主持 Cyrus 嘅太太，冇錯，係我老婆搞嘅。係啦，咁所以咧，我哋就秉承咗我哋一貫呢個糖水滾糖漁嘅模式咧、就係自己人幫自己人賣廣告嘅。係啦，咁但係放心啊，大家呢件事係純善事嚟嘅，完全係冇牟利成分嘅。冇錯啦，咁你暫時收口先啦，咁我就幫你介紹一下啦。呢、這個活動咧就叫非洲鼓同樂日，咁佢嘅日期咧會係五月，即係呢個月啦，29號下晝3點至4點，一個一小時活動嚟嘅啫。舉行嘅地點咧就係九龍灣嘅美羅中心2期128室。嗱，重點咧都係聽下以下嘅説話嚇。我初頭睇咧就以為係一般嘅一個打下非洲鼓啊咁樣開心下算，原來唔係喎，原來背後咧係大有意義嘅。嗱，是次活動咧，我讀翻佢相關嘅資料啊，是次活動係為咗響應教育大同嘅創會成員之一 Karen 發起嘅一項籌募活動啊，希望咧讓教育大同翻譯同埋出版一本書，而呢本書咧係著重孩子心理健康嘅育兒巨著，個書名咧就叫做 Parenting for a Peaceful World。如果我哋粗略咁譯中文就係為一個充滿和平嘅世界嘅育兒工作啦嚇。而呢本書嘅內容咧令人哋震撼嘅，費用咧扣除成本之後。全數咧就會撥捐呢個教育大同用作翻譯呢本書。咁書出咗版之後咧，出版咗之後咧，參與今次呢一個非洲鼓同樂日嘅參與者咧，就可以獲贈一本《Parenting for a Peaceful World》呢本書嘅中文版。咁所以咧，就如果係5月20號之前報名咧，仲可以參加教育大同舉辦嘅抽獎。咁啊，獎項嘅內容我唔講啦。係啦。咁我哋就將會將呢個 event 嘅資料啦、細節咧 post 喺我哋花冧嗰個組群入邊。咁呢個價錢呢就係550蚊，咁就係親子即係同樂嘅，即係你大人可以帶個小朋友啦，又或者你自己大人嚟啦，甚至呢其實有好多人喺度話啊，其實我好想支持喎、咁但我咁啱撞啱嗰日嚟唔到，唔緊要嘅，你一樣係可以捐贈550蚊，咁我哋要留低你個名啦，咁總言之呢550蚊就係攞嚟 support 去將即係翻譯咗呢本書啦，咁因為我老婆就講呢本書真係好好啦，即係好想翻譯到有中文版啦，希望俾多啲唔同嘅人可以知道其實點樣可以即係用新嘅方式啊，或者點樣可以更加配合到啲依家新嘅小朋友嗰種模式去教佢哋，就唔係我哋而家嗰種即係舊有嘅模式。咁啊，呢本書真係好好嘅，因為我老婆即係都睇咗，咁只不過即係而家希望可以翻譯到中文版俾更加多人知嘅啫。咁所以，無論你嚟唔嚟都好，如果你想支持呢件事嘅，咁都希望你可以即係啊，即係嗰啲叫咩啊？即係多多支持。誒咩打開咩咩咩解囊啊？唔識講。係係，總言之，就而家係慷慨解囊。慷慨解囊。係啦，就算100-200都唔緊要嘅，你純粹想知呢件事都唔緊要嘅，係啦。咁啊，所有啲詳情咧，我哋喺花冧群組嗰度會 po 出嚟噶。我講多少少啊，咁其實如果呢本書嘅內容咧，有 Kadora 佢去 endorse 佢公開呼籲支持嘅時候咧，我特別有信心，因為咧我呢數年嚟即係我人生育兒唔係我熟悉嘅嘢，絕對。但係我身邊呢十數年嚟見身邊唔同嘅朋友，佢哋有小朋友之後咧，佢哋點樣去養育佢哋嘅小朋友啦，好影響到呢個小孩一生之餘咧，其實亦都係講緊我哋意識提升、地球人類意識提升相關嘅一個範疇嚟嘅。地球個頻率變緊，嚟緊投胎嘅或者已經投胎咗嘅人，佢哋嘅 DNA、佢哋嘅生命藍圖一路都變緊嘅。咁所以用現有既有嘅教育方式去教育嚟緊或者現有嘅啲小朋友，好可能好多時候都行唔通。咁所以我哋要尋求一啲新嘅出路啦，咁所以身邊見唔同嘅朋友有唔同嘅方法，譬如可能係有啲係華德福教育啊，有啲可能會轉型在家教育啊呢啲，咁各樣那樣咧都係嘗試去迎接呢一個新世代嘅新小朋友、新靈魂。咁啊，所以而我親眼見咧 ，Kadora 佢喺育兒方面咧都好有心得。咁所以如果經過 Kadora 佢去推薦嘅呢本書，咁我都覺得係值得支持一件事。咁所以再重複一次啦，5月29號下晝3點在九龍灣一個非洲鼓同樂日，主要是想給
大朋友和小朋友一起參與的活動。嗯，另外解釋一下的導師就是 Kumi， 那 Kumi 就在香港是玩非洲鼓啊，玩鼓就是出神入化的了。那很多那些即是總之那些文藝的節目，你見到很多時候教鼓那些都會見到他的影蹤的了。加多一句啦，非洲鼓這件事呢，就是我有幸那時二十多年前、我在讀音樂的時候呢，我們學院裡面有位老師叫龍向榮老師，他是當時香港管弦樂團的首席敲擊手來的。他那時親自就去海外，包括非洲嗰度進修，其中一樣佢學咗翻嚟嘅就係非洲鼓將呢樣嘢引入咗香港，所以係由龍博士嗰度開始嘅緣起啊，到而家今時今日有咁嘅活動啊。OK， 好啦，咁我哋善事嘅廣告賣完啦。係啦。